总助理，你的问卷呢？哦，哎呀，你都收了那么多份了，也不差我这一份了，对吧？你就是这么配合交完工作的？不是，主要这题啊有点难答，我也不会答，算了吧。刚我在楼下看到咖啡店里非常精彩的一幕哟。你看见了？哎，你说你左手苏成君，右手骄阳，林助理，你这么精通鸡蛋不会放到同一个篮子里的道理，你不去做同行工作真的是屈才。赵总监口齿伶俐，做公关也是人尽其才。林淼，我劝你早点死心吧。我和骄阳从小一起长大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。我这么多年来，我看待骄阳就像看待我未来的丈夫一样。我这么努力的变优秀，就是想着有一天我能够站在他身边，帮他一起打理红雨。但是自从你出现之后，他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，骄阳目光没有从我身上停留过了。李淼，你就说你喜不喜欢骄阳，我不想因为说我没有进赛场就背叛出局。赵总监，骄阳不是两个小女生之间争来争去的布娃娃，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她有思想，有选择的权利。再说了，我每天工作忙到飞起来，我哪有空关心你说的什么喜欢不喜欢，更别提什么赛场不赛场的了。如果你真的那么想和骄阳在一起，好呀，公平竞争呗。你说什么公平竞争？那你的意思就是你也喜欢骄阳呗？我没有这么说啊。你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林淼，现在谁都不在，你就说你是不是喜欢骄阳吧。是又怎么样？好，你有胆说出来。喜欢我？反而没有。喜欢我？虽然说你没有本小姐长得漂亮，没有我有女人味儿，没有我和骄阳之间这种青梅竹马的情谊，但是本小姐勉勉强强批准你做我的竞争者吧。赵总监，其实你真的挺可爱的。本来就很可爱啊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心想你时而都能唱。今天是怎么了？今天高兴啊。高兴啊。高兴。高兴。要不我们还是打车吧。不要，这走路需要一个多小时呢，太浪费时间了。难道我不值得你浪费一个小时吗？高兴啊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心想你时而都能成。